但是有问题吗？这样是可以的。可以，刚不是说 O F 是 open 吗？有问题，这样是 O、OK、K 的。对。好，啊不 O、OK、K 是。放开。哦。这样是不 OK。如果吸下去的话是这样的话，有没有？就不 O K 喽。吸下去是这样的话，就是不 O K。哎。好。我们吸下去都是零点几的话，这样是 O、OK、K 的。好。就是表示它是有短路的。所以要试这一个跟这个。对。应该你判断应该是这个。不要摸到红色线哦。真的，因为这个是会有问题，就对。现在你看起来是这样。对。那你可以再帮我把这个上面的装回去吗？电先关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因为还要放电。然后这个螺丝要锁紧吗？你刚刚说。对，一定要锁紧。好，等一下一定也写在信里面跟他讲。好，看看就没问题了。啊，希望他这样可以，应该是可以懂吧。